And marked by a rapidly expanding engagement, 中印边界问题。 是历史遗留下来的，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需要足够的耐心和较长的时间。只有真诚互信、锲而不舍，才能最终找出公平合理。 为双方所接受的方案，我看印度的报纸说，中方理解并支持印度在联合国，包括安理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。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、正在快速发展的大国，印度在国际事务中。 应该也能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To Sapru House this afternoon.